加拿大把莫德纳 BNT 疫苗都延后到16周，哦，4个月才施打，在那2-3个月干旱期，只用一剂撑的过程中，并没有看到很严重的保护力下降、突破性感染的状况。是，他们说台湾防疫有三宝，这些非药物的防疫措施其实是让台湾可以比。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，锁定三立台湾台，健康有方，让您健康 N 次方。